感谢第十八届、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红毯仪式合作伙伴君乐宝、优萃有机奶粉的鼎力支持。好，两位老师先看中间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的红毯迎来的又是一支强劲的队伍，他们是中国机长、中国特摄剧组。让我们欢迎国大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、国大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贾德贵、携中国机长周云生主创，欢迎。影片《中国机长》在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斩获优秀故事片奖、优秀男演员奖、优秀女演员奖、优秀编剧奖四项提名。中国医生也获得了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提名。两部影片都有。